见了，我又回来了，又是我一个人主持今天的这一集。疫情在家能做什么呢？读书、喝咖啡、上班、睡觉、追剧。我们今天来一点很酷的 idea， 就是我最近在网络上买了一个在家可以酿酒的材料，就是这个啦。叮叮，你看 Craft Beer Kit， 它这牌子是 Mr. Beer 的哦。然后我买的这个口味叫做 IPA 的，就比较味道会重一点。然后我们先来开箱吧，看看有什么。来介绍一下这个箱，这个开箱里面有什么东西呢？这是啤酒的 liquid， 主要的那个酵母。然后这是那个开关，这个桶子的开关把手。然后呢，这个是二氧化碳的颗粒，喝上去就会有气泡的感觉。这是清理剂，这是主要是清理这个桶子，就是酿酒最重要就是要干净，你这个不干净，那啤酒也是不好喝的。我们下一步呢，就是要去做这件事，清理。其实在家自己酿酒非常容易，看这个步骤。第一个步骤呢，就是把发芽的大麦在热水煮，煮完之后大概30分钟，再加上发酵的啤酒酵母，然后煮个30分钟，放到这个 container， 在阴凉处的地方放置3个星期。3个星期之后，你就可以看你要放到 bottle 里面，就是每个瓶子里面，或者是你就把整个放到冰箱里面。总共再等个额外的3个星期，然后就可以喝酒了，就是这么容易的感觉哈。我们要酿酒去啦 ，Go！ 我们现在做第一步，第一步呢就是把这个手把从这个袋子里面拿出来，我们先把它装在这个桶子里面，它这里有小孔的，这有小孔，可以把它倒进去，这个把它拴住，这很重要，不然那个啤酒就漏出来了，所以要很确实的把它做好这一步。第二步呢，我们就是要把它测试一下有没有那个漏水，因为这个是塑胶的，所以还蛮脆弱的。到这个洗手台这放点水，看它会不会漏水。好了，装满水了，这个还蛮重的。然后他 instruction 说就是放在那边15分钟，让它能够承受这个水的压力。我们待会见吧。回来啦，下一步呢就是要把这个清洁剂放进去，然后要放点温水。它有一个线，它有两个线，一个是1号跟2号，要先放到1号这边。那我先把它放进来，他说到一半就可以。然后呢，放温水，我刚已经热了水。下一步呢，就是搅拌，让那个清洁剂融化在水里，感觉有点游泳池的味道。手酸啊，这也是一个 workout。他说要把这个盖子也盖着，我们来清理一下那个盖子。有 work out 的感觉，呜，这滴水了，没盖好。说明书说清理这个开关的话是打开水，大概5秒钟就可以大概清理了。我们来清理一下，1、2、3、4、5。下一个步骤呢，就是把这个 can 打开。这个是酵母，要把它留下来。我把这 can 放到这里面，我刚烧了热水，因为这里面都是有点液体的东西，让它有点小小融化。那我们先把它放到旁边来。下一步呢，就是要倒4杯水到这个大的锅子里面。
然后水只要一般的凉水就可以了。接下来要把刚刚倒完的这个水煮一下。刚刚已经把这个罐头放在热水里面10分钟左右，有点温温的。现在把这个打开。下一步呢是把这个倒进来，很像是糖浆的味道。其实味道感觉有点像那个黑糖的味道，还蛮香的哦，跟那个啤酒的味道没有什么太大关系。倒完了，现在就搅拌。听说就搅拌到溶解就可以了，先把火关了。下一步呢，我们搅拌完了之后，刚刚他说要加这个一加仑的冰水，我加进来了，然后我们下一步就要把它倒进来在里面，希望我别翻倒。有点像那个 maple syrup。下一步呢，就是这个搅拌。加完这个糖水之后，还是没有到这个两加仑，所以还要再加个半加仑左右。我来加点水。下一步呢，这个就是酵母，这就是酵母啊，准备发酵了，把它盖起来。那这就大功告成了，让它放在一个阴凉的地方，让它静静的待着2周。我们2周见吧。过了3个礼拜，我今天还自己剪了头发。如果还没看到我自己剪头发的影片，请点击上面的 link。现在做下一步的动作，就是把这个二氧化碳的像个糖的之类的东西放到 bottle 里面，然后 instruction 是叫我们放到那个一罐一罐的那个罐装里面，可是我买的那个 package 没有附，所以我就只能把它整个放到这里面。如果是想要把它放到瓶装里面的话，一个 drop 大概是一瓶大概12 cc 12 ounce。在我们放进去之前呢，他说先试喝看看，它是已经好了吗？就没有什么气泡的酒，一股 IPA 的味道。刚刚放完这个二氧化碳的这个糖之后，就可以喝了。我们3个礼拜见。经过6个礼拜，我们辛苦酿造的啤酒终于要准备收成了，要准备来喝喝看新鲜的扎啤哦。哇，跟原来一般的有点不一样。我们来品尝我们的 IPA。这跟我想象中的有点不一样，感觉气泡不太够的感觉，然后感觉没有那么甜。先闻一下怎么样？这就是典型的那个 IPA 的味道的那个香气，是像有点果香的味道。我虽然不是什么专家，感觉还是有点那种树脂的味道。来喝喝看吧，不知道这个是因为这味道跟一般的有点就差了一点，感觉就差一点那个二氧化碳最后一步可能没有做到很好，就是那个气感觉没有气的感觉，但是还可以喝的。我觉得这个啤酒是 IPA India Pale Ale， 一般说这个 India Pale Ale 跟一般的像 Lager 啊或是 Ale 的那种比起来，这个泡泡气泡会比较少，所以我是完全没气泡，一下子就快喝完了。这个很适合在夏天的时候，天气超热的时候，冰冰凉凉的喝。然后我感觉我这个做的啤酒卡路里非常低，感觉应该是可能80卡路里，一般可能都要100多200。它这个 IPA 还是有它那个一般 typical 的果香味在里面，感觉上面还是有浮了一些什么白白的东西在上面，可能是剩余的那个啤酒花，因为我们是自己
酿的，就不像外面那么专业。总而言之，这个酿酒六周，我觉得还蛮特别的体验。如果是喜欢喝啤酒的伙伴们，那我觉得你还是在外面买会比较好。这个是一个好的体验，没有想象中那么好喝，但是非常有趣，了解一下那个啤酒的做的过程，这样子以后喝的话才大概知道，哦，原来是这么辛苦的，别乱浪费啤酒哦。再来一杯。准备喝的第二杯，现在感觉没有什么太大的气泡，你看一点气都没有，然后感觉有点上来了，酒精上来了我的脑袋里面。喝的第二杯。感觉非常顺，我觉得就一点喝下去都没有负担的那种，就尤其是 IPA， 一般 IPA 比其他的啤酒还要更浓，然后更涩，有点苦一点，可是我就喜欢这种那个啤酒的感觉。喝酒当然是不能配一些小吃或者是零食啦，这个是墨西哥的 guacamole。这个 guacamole 是刚刚自己做的，用 avocado 再加 onion 还有 tomato， 喝酒必备的小菜。虽然说在家酿酒这个时间还蛮长的，那耐心等待一下就过去了。像我现在收获的耕耘，享受最后苦中作乐。了解我在说什么吗？我也不知道，可能喝多了。Cheers！ 总而言之呢，这次疫情隔离在家，让我又可以体验不同的感受。在家酿酒，一般都是去酿酒厂喝新鲜的扎啤，这次可以喝新鲜的自己在家酿的酒哦。如果你们喜欢，请点赞订阅，谢谢收看。啤酒 ，Cheers！在每天晚上7点有一出很好看的连续剧，就是美国纽约或是我们家附近感觉年轻人的地方，然后都会在那个窗户旁边或是阳台拿起这个锅子，然后敲，或是大叫呜呜。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医疗人员，为他们鼓掌，为他们欢呼，为他们的勇敢而欢呼，我们也为他们致敬，谢谢你们。